是在我们会议有什么问题，至少是我的要真的问题，就是可是你拿你的衣服然后跟我讲说多翻一下，我就不能接受到。那万一说剪裁出了问题要你知道那个要改，那个改是改很多哎、欸，就后来那个研发又看我快要发飙了，你知道，因为我已经开始要骂客人，他就说你不要这样，他就接啦，我就说哦好，就多交。